今天希望从那个网络上找那个 Google 一下百家姓，那百家姓当然很多啦，一堆的姓氏哦，但你可以从网络上捞到这个百家姓氏。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资料哈放到那个我们的 Excel 里面，并且哈，因为百家姓放进来的时候它没有分割，所以我希望把它从一个没有分割的资料变成一个储存格，就帮我放一个什么呢姓氏。那我希望从左放到右，其实从左到右或者从上到下也可以啦。那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话，哎，这个地方怎么做啊？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自己先练习看看。好，百家姓。那后面当然还有什么三字经或者是一些唐诗宋词啦，其实也可以类似的方法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好，那第二个是说呢，如果九九乘法表我们刚刚做练习，假如说我做完之后呢，我希望再多增加一些变化，比如说刚刚我们设定格式化条件是对角线的，那如果我今天希望不是对角线，我是要十字的，比如说我今天希望这边画一条线，这边画一条线，哎，十字的哦，啊 ，OK， 所以请各位哈，也许这个是变化题，我这个格式一格式二啦，也许你可以格式三格式四，然后呢是从中间这边，哦，哎，这边画一条线，所以呢它有一个哎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你可以看一下啊，画一条线是从这边画，上面不要，哦，有没有？哎，所以它有个这个，好 ，OK， 所以也许自己再试试看哦，格式一格式二。格式三，那这后面的变化题是算加分的。如果你多做一些练习，反正你就让我按下去，哎，有一些变化，甚至还有什么其他变化？我们现在是对角线跟十字，或者你可以有其他变化都没关系哈。这个是等一下剩下时间剩不多了，我想如果再讲那个百家姓，可能时间不够，所以这个可以给各位做后面的延伸练习。那第二个就是说呢，我们刚刚做那个九九乘法表部分的话，这个地方是用那个储存格的位置，这边有一个上面有一，上面有，假设我们有一个状况，请你把九九乘法表搬到再复制一个。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再多一个，也许这边的话我们会需要用到两个函数 ，colon， 也许你就是 column。and 另外有一个是 row， 就是在 Excel 里面还有两个函数，它可以做出类似九九乘法的效果。那这两个，一个叫 colon， 一个叫 row， 这两个函数能做什么呢？第一个请各位先把上面这个标题列删掉。第二个呢，请你把标题栏删掉，因为我觉得好像那个多余。我希望九九乘法表做完之后的话，哎，将来这上面字怎么不见了？没关系，把它再复制过去啊。如果我今天希望如果没有上面的标题，上面的标题把它删掉好了，那我一样想要做出类似一样的效果。那给各位提示哦，你可以用两个函数，插入函数里面的话你可以用那个我们在检视与参照里面，这个里面会找到一个叫 colon，colon 指的是你现在这个储存格它在第几栏。那当然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 A 栏它返还给我不会是 A 它会告诉我是 E， 因为它是第一栏。那如果我现在呢，假如说用那个另外一个函数叫 row， row 这个函数呢就是你现在的储存格在第几列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假如说用这两个函数我要把它变出九九乘法表的话，这要怎么做？所以请各位先想想看这两个函数，然后这两个函数其实蛮重要的。那第一个就是先把原来这个复制过来，但是呢我有做一件事，就是把上面这个1到9跟 A 1到9都删掉了。为什么要删掉？因为其实不需要了。好，那可是如果用 color 跟 row 呢，怎么样把九九乘法表给做出来，这个也许你们先试试看好了 ，colon 跟 row 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刚刚提过那个 VBA 部分格式三、格式四我就是这边按下去有没有？纵向的就有了，在格式，这个横向就有了，一样有个清除了。那三跟四实际上就是拿一跟二来改就好了，所以这边的话改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嘛，应该可以理解吧？因为
这个上面的这个等于5就好了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 B3， 那只要锁三列就好了，就是有没有等于 B， 有没有 B 不用锁嘛，锁一个3等于5，哎，就会做出来。那这个横向的话，就是如果当 A4 等于5啊， A 的地方锁，哎，就可以做出横向的。好，所以3跟4我想这个自己再玩玩看啊。我基本上改了哪些地方啊？其实很简单，一直接先把什么，把那个3跟4实际上哈，这两个实际上就是这样啊，很简单，就是把1跟2拿来改就好，1跟2哈，1跟2这两个把它复制一下。一的话就是一次改两个啦，但不过你们可以一次不要一次改两个，你可以分别改，可以3这个4，那条件直接改这里就好了。当这个等于等于后面的话，直接等于5就好了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改完，那 RGB 这个就 OK 了。所以基本上改这里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应该可以看懂那个逻辑吧？哈，那4的话就是当这个 A4， 所以这个不用加嘛，就是 A4 等于5的话。哎，这样的话就 OK 了，啊，就黄色了，其他不用改，所以贴过来马上可以有这个效果，应该不难吧？哈，应该听得懂那意思啦，只是看起来很难，但是做的，如果你会做就很简单啦。所以很多时候工作里面哈，会做很简单，不会做的哈，打死可能你要想破头你就想不出来，对不对哈？所以我只是告诉你最简单的捷径，哈，做完之后的话呢，就按下它。也是有个格式化，哎，有没有纵向横向 ？OK， 效果就出来了。所以其实我觉得程式哦，有时候做出来就蛮有成就感的，不然做不出来头很痛而已啦。好，就这样哈。好，这个是延伸的练习题，请各位自行再增加格式3、格式4的部分。好 ，OK， 这个应该没问题啦哈。那再来的话就是 current 跟 row 部分了哈。我刚刚讲过哦，你把那个上面这个三列跟 A 栏，那你想说三列跟 A 栏删掉还得了啊？那后面的效果不是做不出来？其实不用担心啦，你可以用 current 跟 row。什么叫 current 哈？三列的话，你可以插入函数，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column 这个就是指没有 S 哦，哈 ，current 按确定，你把它怎么样？直接按确定，它会自动抓到它现在在哪一栏，所以你向右向下，它不就1到9出来了？好，那这个 delete 掉，我们再练习另外一个 row 函，所以这两个函数非常的重要。以后如果你要做很多事情，你可以靠这个 row。row 指的是什么呢？你现在在哪一列？所以你向右、向下，哎，你会发现哦，3到4，可是我们要1到9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把它怎么样？减掉多少？减掉多少？多2嘛，减掉2不就好了？打个勾，向右、向下。哎，1到9出来了，那也就是说哈，其实你们如果知道把它拼拼凑凑，99乘法表就可以怎么做呢？这个先剪下好了，好，先剪下，然后再插入一个什么呢？一插入 current 对不对？按确定，后面的话呢 ，and 串接什么呢？串接一个乘号，然后呢再 and 串接什么呢？把刚刚的 row 减2贴上去就好了，有没有刚刚这个东西啊？然后呢，再 and 一个等于，因为我们要把两个相乘的结果 and 什么呢？两个相乘的结果，那把 current 跟 row 哈 ，Ctrl+C，Ctrl+V 贴上啊，把 x 中间这串接的哈改成乘就可以了，把它们两个相乘不就好了？你看得懂吗？看得懂，只是说要做出来啊，懂，但是要做，而且要熟练哦，你不要说下礼拜来都全部忘光，按打勾。向右，向下，等，不对哈、哦，一乘，哎，怎么变？这个为什么错呢？有没有发现？哦，因为要先减，有没有？所以忘了怎么样？先减，先加减嘛，后乘除啊，所以它变成相乘，先乘，所以应该要先减掉再乘，好、哦，不然的话结果会错。好，向右。哎，有没有向下？哎，大功告成。有没有发现哦？这个地方好像用 current 跟 row 啊，甚至更简单。为什么？因为连标题上面的三列跟 A 栏都不需要哦，就可以快速的产生一个99乘法表了。好像这一招更厉害吧？好、哦，
OK， 所以待会的话呢，两个部分啊，一个是录制句集多三跟四哈，第二个的话就是请你把九九乘法表再复制一个，把三列跟 A 栏砍掉，好，然后利用两个函数哦 ，column 指的是栏 ，row 指的是列，好，该可以看懂了。所以待会这个画面我也会把帮各位拍照了哈，放在云端上你们参考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